各位观众，本届省运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组合成联合的拉拉队，这个是在历届省运会以来第一次，虽然在以前台北市运会有过这种性质的拉拉队，但是在省运会来讲这是第一次。他们的综合的拉拉队是为全体的各县市的选手拉加油，像男子中学他是为云林县台南市加油，现在是第八中学他是为桃园县加油，现在的一个加油的大字。再过来是三民国中，他现在打出三民两个字，他是为新竹县加油。今天省运会的秩序非常的良好，不但是有这些指定的拉拉队，同时义务的观众也非常的踊跃，看台的四周都坐了满满的，到处是人墙一片。现在三民国中打出的是一个铁饼投掷的一个姿势，现在各位所看到的是一面国旗，这有领袖万岁，还有领袖万寿无疆等等的字样。就像这个拉拉队他们是全日的为各县市的选手加油，这是省运会来第一次的一种